是你一直喜欢高阶雅致的风格，还要我跟你保持一致，怎么又怪我审美不佳了？沈君，您先前对天帝说不记得阶下之事了。其实您都记得吧？用欲念碎片令友情复生，果真不会让他成为天界的祸患吗？依老朽看，天帝大可放心。光天，末将在。明日起去蓬莱将去，跟友情一起学习处理公务。是。回来。朕的意思你真的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去吧。要不吃个水果？公主如此懂事，神君应该高兴才是。我能行，我还能学。谁要的懂事？我爱的是她，根本不是什么贤良淑德的天妃。走。有钱？还又骗我。回来呢？二君叩见父王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救父王，放过二君回家斩将。